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巴沙鱼盖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盖饭好吃的秘密就在这碗酱汁里了，调料很简单，相信你家都有。蒜末炒香，盖上巴沙鱼，倒入之前调好的酱汁，大火收汁就可以出锅了。锅里的酱汁也不要浪费，全部淋上去。没有骨头，肉质鲜嫩，拿来拌饭简直绝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